台湾跟纽西兰经济合作协定从这个月开始生效，那么目前从纽西兰进口一共有超过8900项的产品可以减关税。第一波目前降价的是纽西兰苹果跟奶粉都可以马上免税，只是呢，我们可以马上尝到甜头吗？进口厂商竟然说，哦，因为成本也涨价，所以可能暂时没有办法降价啊，奇怪了。政府跟人家签了半天，签的合作协定都签假的吗？要是这个里面的我们的这个厂商呢，就是不降价的话，难道也都管不动吗？卖场员工快手包装奇异果、纽西兰的招牌水果，还有又红又甜的苹果。因为台纽经济合作协定，从12月1号起，纽西兰进口共8928项产品都可减免关税。不过将分批进行，第一波的奶粉、苹果、樱桃；第二波的去骨牛肉、牛杂，预计明年起每公斤先降5元，后年再降5元。而奇异果则要等到第三波。在这个关税的降幅，我们会要求厂商，即使在正常售价没有改变的状况下，也希望他能够在特价的部分回馈给消费。其实因为进口成本也涨价，卖场或进口商都认为要马上降价有难度，最受民众关心的奶粉甚至可能不调降。像他们帮我们争取，那我觉得厂商也应该要配合才对，还是健康比较重要，品质比较重要的，价格是其次的。他又会说他哪个成本又上涨了，运输成本又上涨了，所以很难。当然我们只有靠说呼吁业者把利益回馈给消费者。其实纽西兰承认奶粉在国内市占率高达90%，台纽 FTA 后，纽西兰方面要如何展现诚意，就看台纽经济协定能发挥多少功效。记者曾建勋、陆一，台北采访报道。